先起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在这么好的场地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，在这里一起聆听，一起学习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把为这些的退休会预备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献上祷告，感谢主，他们花上时间，花上精力，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场地，这么好的节目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也感谢主，你把柯牧师带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你的话语，教导我们用主道文。我们这样的去祷告，我们也把Henry 弟兄再一次交托到恩主你手里，他的身体软弱，你知道他的情况，就你就与他同在，带领他，让他亲身感到你与他的同在。也可以明山姊妹从你来的聪明智慧，知道什么样的帮助他，照顾他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托在恩主你手中，与我们同在，与亲自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好的学习怎么样祷告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把时间交给你吧。好，把时间交给你。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Thank you.
最后一堂，时间很快，感谢谢谢这个带我们诗歌的团队，带的非常好，选的诗歌也非常好，所以很谢谢你，感谢主。我们在谈这个 With Jesus in the School of Prayer， 我希望我们有开始受他的影响，我希望我们开始吸收耶稣所讲，我也是希望我们开始渴慕，要得到更多，因为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拆解节经文。其实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 living within the kingdom of God， 活在国度里面，我们就是应该第五到第七章全部都看。主耶稣就详细的教导我 What's it like to live within the kingdom of God， 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样生活。看完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，你会发现你很想再把马太福音全部都读完，读完这个你就觉得还有福音书，那我就其他的也看，还有别的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就这样渴慕上帝。我觉得祷告主要就是希望我们亲跟耶稣跟上帝能够有亲密的关系 intimate relationship， 所以我想希望这个祷告的时间就能够帮助追求渴慕上帝，不是学一个方法，是学习一个 relationship， 一个关系，我们与上帝与耶稣的关系。我们下一章，再下一章。好，这个祷告的一二三，我上次就说我们早上、下午我们已经阿爸父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这个 address， 我就称呼神，然后他就一念好回应我们。那这个是离我们很近的上帝，两个求，两个愿，第一个愿就愿神，尊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然后后半就解释前面的，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是，你们有没有常听这个 BLM 这三个字？你们都没听过。SJW，Social Justice Warriors。Black Lives Matter，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又很流行，当然在那个1960年代这个也是那个时候也很流行，有这些人就是要出来示威 demonstrate， 他们是怎么样要改变这个世界，要怎么样要求世界改变，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，要改进，要变成一个 perfect society， 多多少少好像前面的祷告有一点这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好像我们就是要改变人家，我们好像就是希望人能够尊重上帝，后面好像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社会 Social Justice Warriors， 改变我们的社会，改变我们的文化，改变我们的国家，改就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Black Lives Matter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当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我觉得我应该最后有一个感觉，我做不到， I can't change the world，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不能改变这个教会，我不能改变我这个家庭，我不能改变我这个人，我不能改变我这个教会，我做不到，我可以求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好像 Social Justice Warrior， 好像他们有一个前提，我们做得到。
用这种骄傲。好像耶稣要教导我们不要有这种骄傲，你做不到。所以当你这样子的祷告之后，马上接着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。这个饮食当然就代表我所有的需要， everything I need， 我所需要的东西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免我的债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需要上帝他的怜悯，我也需要他的保守。魔鬼的能力来到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，我们需要耶稣。我想我们做，我想我再讲一点点见证，就是让你们知道我自己的过程。我刚刚讲我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其实就毕业前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就信主了，所以我就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信主。因为我就是到一个地步就发现我做不到。那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一个见证，就是等到我发现我不够的时候，我想我需要耶稣，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。那我就觉得这种祷告上帝也会喜欢，上帝会喜欢。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见证。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学到一点，这个不要写下来，因为这个是错误的。我学到一点 ，believe in yourself and you can do anything。相信你自己，你什么都做不到。这是不是暖气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冷气？有没有一点热？我是不是有一个借口讲错？Believe in yourself and you can do anything. 你什么都做得到，你什么都可以做。那我为什么学到这一点，就是因为可能多讲一点背景。为什么学到那个，就是多一点背景。我们家我已经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家是四个人，我妈妈爸爸，然后我们在 Evanston， 然后孩子就是两个，我跟姐姐，姐姐比我大两岁半。那我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学到什么？就是1970年代在美国，我学到一个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离婚率，那个 divorce rate 已经到了50%。我又觉得50%好像我自己的婚姻有没有希望？如果我希望以后长大结婚呢？我 no is there any hope？ 好像没什么 hope， 所以我就。其实我就有一点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可是呢，我就觉得一个高中学生，一个高中男孩子不会想太多吧。所以我就觉得一个高中，当我看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，我就不要去想他，我就去想别的。那我就觉得我会把我们一个高中男生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注意力放到一个地方，可能会放到男女朋友，可能放到读书认真读书，我们可能放到音乐，我们可能放到运动。我自己呢，我是全部的心都放到运动。我那个时候是加入这个游泳队，我是很喜欢游泳。那个时候从国中开始就每一天练两次，礼拜一到礼拜五，礼拜六礼拜天也都练一次。可见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去教他。我学到一个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。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，在高二，记得美国高中是读4年，所以高二的时候我们是到这个游泳的决赛，那一年的2年级的那个 final swimming。
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就是从回家的时候他就带一个 cassette tape， 那个很久以前一个录音带，然后叫我听。那我听的时候那个录音带的声音，那个人告诉我什么？ Believe in yourself， 相信你自己。我说哦耶、yeah， 我相信。然后他说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you can do anything， 你什么都可以做。哇，我都知道啊。你说一个高二的学生都听得好兴奋，只要我相信我自己我都做得到。所以他就这样子叫我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去信，我就接受了他讲的。那他讲完了，我就觉得好，我要相信我自己。那我问什么？我就问我想做什么 ，right？ What do I want？ 那当然我就想到我爸爸给我那录音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帮助我第二天的那个游泳比赛。所以我就想，那我的目标，我要想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定一个目标。他告诉我们，相信你都做得到，定一个目标。所以我就想 ，OK， 我明天要定一个目标。那我就开始想，我要什么目标？怎么样？我要不要打破这个 world record？ 在我的那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种程度游泳的。你没有听过我的名字？没有，不可能。可是我就开始想，其实我不需要打破这个世界纪录，我是觉得。我才会很高兴很兴奋，我觉得不需要，我就需要找一个合理的目标。所以我就开始想 OK， 那第二天的那个比赛，我们的高中有一个高二的记录 sophomore record。 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我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就已经不错了，我会很兴奋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好啊，那我就定一个目标。他叫我定个目标，那个 record， 我们高二的 record 是52.3秒，所以我的目标就是52.2。好，他说你的目标定好了之后写下来，所以我真的我就拿一张白纸，然后一个粗笔黑笔就写上去，我就写52.2。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看那个东西，52.2，相信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张纸放到枕头底下，一个晚上就一直在重复52.2。到了早上一起来，真的就是52，真的看到这个52.2，真的相信我做得到，我有信心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做得到。我那天去游泳的时候，去游就是一直重复52 52， I believe it， 52.2 52.2， 到那个游完了，最后要看那个钟的时候，看那个 clock 那个记录的时候，他写什么看不清楚，我那个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就在那边 squint 看，看到什么？看到52.2。我很难相信，我觉得好高兴。你说一个高二的男生多么快乐喜乐，我想我就跳着回家，我一笑，我大概笑了一个礼拜都不停。回头想一想，这没什么，这只是一个高中的高二的记录。为什么我可以那么的兴奋，那么的高兴？因为我以为只要我相信我自己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到了3年级，我就是定了几个目标，到了最后的决赛，我没有达到那个目标，没有完成。那我就回头想分析今年的，我花很多时间很努力练习什么各方面，可是我就在分析为什么我没有完全达到我的目标。我的结论是什么？我的结论是信心不够，我要加强加倍相信我自己。所以我3年级最后一个比赛之后，我就定4年级就是高中最后一年，我提早一年把我的目标定下来。
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不能写到一张纸，因为要用一年了，一张纸就会坏掉，所以我真的我就是找了一块布把那个目标写上去，我那块布，所以那个一年的时间运动的时候流汗呢，我就用那一块布常常提醒我 I believe it。 当我的朋友我的同学都在追女孩子，或者都在认真读书，都在做不同的Party 这个那个我都没有，我都专心操练我自己，训练我自己，操练我自己游泳，准备那个最后的比赛。相信 I believe。 好，到了高四的最后的决赛，那个是1980年代，你们很多人不记得1980年代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光头，那个时候连 Michael Jordan 都还没有刮那个头发。但是我们游泳队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到决赛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比赛，我们就是一定会把头、全身还有头上的头发全部 都要刮光。所以我记得就是那个前天晚上最后决赛，我就是头发刮光了，发现什么？发现我这个光头很难看。可是我就想，哎呀，无所谓吧，我已经付出这么多，好几年，特别就最近一年，我付出这么多，最后一点点这个光头没有关系，我就没有问题。我记得那天的游泳比赛，我就是一直 repeat， 一直重复我定的目标，告诉我自己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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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最后看那个时间的时候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我不只是达到目标，我看到我的时间比三年级的时候还慢，花了一年的时间退步。你说一个高四高中的男生心里会怎么样？非常非常难过。回到家，自己的父母都要安慰，没什么用了，没什么用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回到我的房间，然后就躺在床上，把灯关起来，睡不着觉，就一直很难过，一直很难过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我又起来，打开灯，走过去。在房间里面就看那个镜子，照镜子，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难看的光头。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付出了多少为了这个目标。当然，你可以说，哎，这是一个高中学生游泳比赛，这就是我父母也一直在劝我，你在几个月你就升大学什么什么，这没什么事。为什么我可以那么的难过？因为什么？我发现相信我自己不够，我是不可信的，不可靠，不能相信我自己，我不一定什么都可以做。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那个时候我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我说了什么我不太记得，可是我记得那个心理里面的意思是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做一个祷告，上帝 God, if you're real, I want to know you。如果真的有一位神，我愿意认识。如果有任何人要问我上帝听不听祷告，我一定会分享我这个见证。因为很奇妙，我做这样子的祷告没有多久之后，几个礼拜之后，我的姐姐比我大2岁半，已经在大学高二，他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我这个姐姐
不一样。我们做弟弟的人跟姐姐很熟啊，我知道她是怎么样的，我看到她不一样。我问她姐姐为什么你不一样，她说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现在住在我的心灵里面，做我的主，我就是一个新的人，我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我做他的弟弟，我说哇，真的，他真的不一样。他问我，我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ready。 那个暑假他回来了之后，他就开始常常跟我分享，很奇妙。他从我们家找出一个很旧的很大一本圣经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们家从来没有开过。他找出来，然后他打开，然后他开始给我看一些经文。 So interesting， 我觉得这个很 relevant， 这真的可以帮助我怎么样生活。我就觉得很奇妙，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古老的圣经还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今天。特别他讲什么婚姻，婚姻，他说我那个时候我父母的婚姻非常的不好，美国的离婚率是50%，我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糟糕。所以我那个时候之前我就觉得，如果50%离婚，如果另外50%像我父母那个样子，其实我父母的问题不是常常吵架，他们的问题是不讲话，他们好像就是习惯生活在一起。他说，不是，你就看圣经怎么教导，你将来的婚姻就不一定要像我们父母这样子。我就仔细继续听他跟我分享圣经的话，跟我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话。又过了几个礼拜，他又问我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我终于准备好，我说我愿意。我那个时候记得他就是，他先我们在我们家的地毯，客厅的地毯，两个人面对面，他先祷告，然后轮到我要开口祷告。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大概不讲话大概半个小时，哇，可能半分钟感觉是半个小时，可是他就是等我祷告。最后我不太记得我祷告什么，可是我最后我就说，上帝，我需要你，我承认我不配，我知道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也愿意开始改变，我也愿意向我的姐姐有这样子。我记得讲完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我就说 Amen。 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讲了 Amen， 然后我展开眼睛，然后呢我好失望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没有那个超自然的音乐啊，没有什么线上在我前面是摩西在那边飘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们家客厅，我跟姐姐坐在那边，没有不一样。我姐姐不一样，哇，她好感动，她的眼睛都红，流眼泪，什么感动得不得了，我自己都没有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主耶稣基督开始住在我的心里，改变我这个人的心。这个见证，还有，因为过了几个月，就是我父母真正的那个时候做一个决定，他们要离婚。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我刚信主，我不清楚耶稣有没有住在我的心里面。可是我记得，当他们告诉我他们要离婚，我就发现我真的不需要他，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面，他真的有在改变我。我希望这种祷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
神怜悯。我们到这个第三步，我们就是需要求神怜悯。我刚刚讲的分享，我们等一下要分小组，我们的 buzz group， 你们等一下要讨论。好，我刚刚跟你们分享就是一个求神救我，从死到活，从黑暗到光，这种得救的祷告。可是我问你，一个基督徒有没有需要常常认罪祷告？所以我们看 buzz group 的问题、buzz group，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非基督徒当然要做一个悔改的祷告，为什么我们做？可是后面就是、要问为什么一个基督徒，或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也需要常常认罪求神怜悯，做这样子的祷告。我们想想看，给你们一两分钟，你们的 buzz group 我们就谈一谈。名字很重要，好，方便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抓住，就是这个祷告主导文的最后几句话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想我不要马上就回答这个，我们就到下一个，我们就是会慢慢回答。我们日用的领食，日用的领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这里要介绍一个字，因为我觉得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节都有一点，就是我要承认我做不到 ，I can't do。那我觉得这里我要讲一个字。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 pity。我在这里，我又很喜欢 Dallas Willard。他说我要用这个字 pity。他说很多人跟他说不要用 pity， 因为这太难听了，在英文就太难听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英文有没有那个感觉 pity。I need pity. You need pity. You need pity. I don't need pity. 他说 I know。他说我知道这个字有这样子的。meaning 这样的一个意义，所以我就是要用这个词，我就是要你们承认你需要 pity。 pity 我不知道你说中文有没有可以翻译到怜悯，可怜、可怜就是一个普通的怜悯。 No, I don't think so. 我还没有找到很多怜悯。我还觉得那些都是常用，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觉得还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你们讲的时候，我听到你们的 context， 你什么时候用到那个？我觉得 pity 这应该就是一个 criminal， 一个 killer， 他需要 pity， 或者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 homeless penniless child， 他需要 pity， 好像只有这种非常非常需要的人，我才需要 pity， yeah。Dallas Willard 告诉我们 ，Yes， 你就是那个非常贫穷，那个小孩都有生病，什么问题都有，什么希望、什么 hope 都没有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需要 pi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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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字，他一直重复。我也是接了两边，给两边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字，你可以去想一想，你承不承认这个字 ？I need pity。这里第一个祷告，第一个、我们三个求，第一个求我们日用的领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已经刚刚有提了一下，那个零这个面包零食就是 everything， 不只是吃的，但是我每日需要用的、穿的、住的、吃的，我都需要神的恩典。很奇妙，在旧约我们记得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吃的时候，耶稣就 provide manna， 他供应他们需要每一天的玛纳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当有几千人坐在那边没有东西吃，耶稣把这个饼变成让他们所有一千几千人都
都可以吃，很奇妙。最后他说什么？我是生命的面包。I am the bread of life. 我是生命的粮。I am bread. 我需要 bread. 耶稣说 I am the bread. 我就不知道生命的粮有没有翻到那个 I am the bread. 你所需要的 that is what I am. You eat me.我听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十岁的小孩，他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他父母就忽然发现，好像这个十岁的小孩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我们也有人有十岁，就这个差不多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个小男孩，他就是好像大家都在吃这个面包或者拿这个鸡腿 whatever。就是，可是好像他会拿到他的盘子，可是偶尔他也抓一个，然后放到底下，然后就是这个也安安静就放到底下，然后继续谈了吃。然后最后父母就受不了，就太好奇，你干嘛？为什么你要把食物放到那边呢？为什么你要藏起来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，因为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今天你为我，就是说这很漂亮，这很够用，我很谢谢你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明天呢，我不知道你明天还会不会准备食物给我吃，所以我就是要把它放到旁边，万一你们没有食物给我吃。你说你父母听到那个，你的心怎么样，孩子？”孩子，我爱你，我有什么我会给你，你不需要放到旁边，你不需要藏起来，我所有的就是你们的。我觉得这个父母就会很伤心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这个爸爸这个妈妈？难道我们要把耶稣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把它藏起来，他不是一样伤心吗？他看到我们基督徒说呀，谢谢你，我知道现在我很够用，但是明天我怎么知道？他说儿子女儿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不用为明天忧虑。这就是这个我们日用的零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做这样子的祷告，我只要有信心，我心里就平安了。我就知道这爸爸是今天他会照顾我，他明天也会照顾我。I don't need be anxious for anything。耶稣怎么教导我 ？Consider the lilies of the field， 看那些花，每一朵的，看那些鸟。上帝都为他们，他们都不用担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不用忧虑。我们相信吗？我们还是忧虑吗？我是觉得我有的时候在为用这个主导文祷告的时候，我都卡在这里，因为我真的很难。当然就念这句话容易啊，但是真正的做这个祷告，有的时候是一个挑战，一个 challenge， 是吗？我日用的饮食，今日是这样祷告就好了，我心里就平安，我心里就不紧张吗？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祷告。当我们做这个祷告，我们对自己说我做不到，我们对神说什么？我相信你做得到。我做不到，我相信你会帮助我。哇，如果我们可以做这种祷告，
你说你的生命会不会完全不一样？你今天忧虑什么 ？What are you worried about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把桌上那些鸡腿啊、面包，为什么你要藏起来？爸爸在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我会照顾你。Don't be anxious。第一个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。第二个，所以这就是三个求。第一个求，第二个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Have pity on me. Have pity on me.Have pity on me. 因为什么我需要你的 pity? 我们跟上帝承认我需要你的 pity. 还有呢，我要 have pity on my wife. I must pity her. 你知道她的背景多困难，我可以 have pity.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他的 pity。我有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的背景，我也需要 pity。你知道，我有一次，我就是在台湾的 chapel， 我们台湾神学院的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分享。我爸爸怎么样伤害我们的家？当他离开我妈妈，当他离开我们家，当他跟我们说，他那个时候先是公司破产了，所以先是家里没有钱，然后他说他要离开家，他要跟妈妈离婚，然后乱七八糟。我就是受了，我就觉得我跟姐姐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们受了很多苦，就是因为这个爸爸。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想我的爸爸需要什么 ？Pity。我觉得我从小，我的爸爸比他的爸爸还更好。当我愿意了解我 grandpa 的故事，我 grandpa 的故事我不知道，但是说不定，他更比我爸爸更需要 Pity。弟兄姐妹，我需要我太太的。Pity， 我要讲这个字 ，pity， 因为我很可，我是 pitiful， 我也需要你们的 pity， 但是你们也需要。难道你不知道牧师、师母他的背景？我觉得教会很喜欢批评牧师，我们知不知道他的背景？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？我们知不知道他的伤害？牧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伤害？为什么我这个样子？我需要你的 pity， 你也需要我的 pity。 哇，你就想，如果我们的婚姻、夫妇关系可以从 pity 这个基础开始，会多不一样。那他看我 ，I have pity. I forgive you. I forgive you. 上帝先怜悯我，赦免我。我们要饶恕别人。我们得到上帝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、他的赦免。他要我们转过来去饶恕别人。上帝 takes pity on me, I take pity on others.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take pity,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饶恕，好像那个神的恩典就卡在那边，好像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上帝他的果，他赦免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饶恕他的时候，我就好像那个就是卡在那里，好像我在
吸收这个恩典，可是就越来越飞，越来越多，应该就是从我 pass through 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，应该从我就是传给别人，从别人传给我，就是这样子流出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1997年在台湾？我们1997年那个时候，我们第二次搬回台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时候，你们可能不记得1997年，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全家搬回台湾，我要开始教书。你知道那个台北有一个，我从1984年第一次去台北，有一个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垃圾，垃圾，就国内讲什么？垃圾，这个垃圾，我好喜欢台北的垃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随时就拿出去堆在那边，然后都到了晚上，他就会来拿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垃圾太方便，我很觉得很棒。1997年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什么？哦 ，New Law， 你记得吗？有没有人记得那个法律改变了？改变什么？那个时候你不能把垃圾放到那个路边了，你要放到哪里？要放到那个垃圾车。垃圾车，所以到了晚上，我们那个时候是9:18，我记得这是晚上9:18，我们听到那个叮叮的那个，好像应该 ice cream truck， 可是是那个垃圾 truck， 叮叮叮，应该跑下去，然后把垃圾丢到那个 truck 上面。可是我们刚到了台湾，从美国回去台湾，我们就不知道那个规定，我们就不晓得。那个垃圾堆不在那里啊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丢我们的垃圾，是发现什么？发现我们家的垃圾越来越多。那当然，我们刚从国外搬回来，说我们箱子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堆在我们客厅的中间。然后过了4天5天，哇，那个垃圾堆、垃圾堆就越来越大，然后。最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家里要出吃晚餐啊什么，然后就是哇，我们就 finally 我们就问那个规定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怎么丢垃圾，他才教我们，哦，你就是听到那个声音9:18，你要跑下去直接把它丢上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之后，到了差不多第5、第6天，我们就 mobilize 我们的全家孩子夫妇，我们一起就是把所有的垃圾拿到外面，直接丢到那个垃圾车上面，然后走到房间，我太太就看我们的那个房间说什么，啊，好像我们家上了厕所一样，很舒服。就那个垃圾堆在那边，很难过，越来越难过。可是那个垃圾拿出去之后，哇，好舒服，好棒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人，很舒服，很棒。我们需要让神的恩典，他免我们的债，我们需要让他的恩典从我们。再给别人，别人再给我们。能想到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，上帝的恩典在牧师的身上，他就是转过来饶恕你。He has pity， 他知道你会犯罪，他知道你会犯错，但是他饶恕你。因为他的恩典够多，因为他就是用上帝的爱来爱你，转过来你就是用上帝的爱来爱他，你看多么不一样。当教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多美。我问你，非基督徒还会不来教会吗？如果他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testimony， 这样子的一个见证，不只是牧师跟弟兄姐妹，可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我们的祷告祷告不完了，有很多需要祷告。Dallas Willard 他是 psychologist， 他要我们特别注意什么？我们要饶恕我们的父母，几乎每一个人要 forgive your parents，
他提醒一个，我觉得值得提醒。Forgive 跟 reconcile 不一样。饶恕一个人是单向的 ，one way。我可以饶恕你，他可以不 respond， 他可以拒绝，但是我还是可以饶恕他。父母也是这样子，可能你饶恕他，他可能拒绝，他不要，他可能已经走了，可能已经死了，你没有办法，可是你还是可以 forgive 你的父母。Reconciliation 和好就不一样 ，Reconciliation 就是我饶恕你，你饶恕我，然后我们就和好。所以和好是需要 two people， two party， 但是饶恕这个 forgiveness 是 one way， 我们愿不愿意？我就发现，这就是 Dallas Willard 也劝我们相信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饶恕他的父母。Can we have pity on them？我就想到我爸爸，我又觉得我很难受。但是呢，当我想他的故事，我又觉得哇，还好我不是他。哇，这个祷告很有 power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是最后的 declaration， 最后的一个宣告。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做不到。哎，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跪下来，我做不到，上帝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什么？我有这个肉体的试探，我的肉，我的 flesh 很软弱，世界都会攻击我们基督徒，我很软弱，还有一个 enemy， 还有一个敌人。就是做不到。我想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最后的 final declaration， 上帝，我需要你。我做不到，我承认我做不到。我上次跟你们分享，可能有人记得，我很喜欢那个1970-80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，中国家庭教会。我上次应该有分享，就是说那个，我到了台湾，在教那个神学院，那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常进中国大陆做这个培训的工作，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告诉我们，里面的弟兄姐妹好爱祷告，可以祷告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让我自己很稀奇，怎么祷告那么久、那么多？他们的秘诀、他们的 secret 是什么？他们回来都讲。同样的答案，为什么他们那么爱祷告，还可以祷告那么长，4点、5点、5点钟的钟头？为什么5点钟可以爬起来祷告？他们祷告什么？我本来想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求神给他一个脚踏车，求神给他一本圣经，求神给他一本 commentary， 求神给他工具书，可能。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可以祷告很久。我什么都有，所以我就想不到什么需要祷告。可是我问了同工，他们为什么祷告，答案都是一样的。求神 God have mercy。 我觉得他们就抓住最后这几句话，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求神。我觉得这个祷告不只是一个新基督徒刚信主需要的祷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承认 I can't do it， 我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我要改变社会，我要改变
抽出来的，抽出来的，不是连这种祷告。最后，我就讲最后一个故事，那我们就跟主还几分钟，跟主。有一个老弟兄住院，然后他就是大概就几个月的时间就会走了。有一天牧师去探访，然后他探访的时候，他看到两张椅子在那边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弟兄啊，他就是不是很熟这个人，可是他就是帮助那个医院去探访那些病人，长期住院的人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看见两个椅子，你是不是常有两个人或者有几个人都会来关心你们？很好。”那个老人就说 ：“No， 几乎都没有人看我。其实最后除了你以外，今天刚进来，都没有人看我，只有一个我的女儿。偶尔会看关心。”那牧师就稀奇：“那你只有女儿来一个？”为什么你摆两个椅子？那个老弟兄他就笑一笑，他说：“哦，牧师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祷告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很难专心。可是他说，我发现当我躺在这个病床上，如果我就 imagine， 我就想耶稣基督在坐那个椅子，我就很容易跟他聊。”我很容易跟他谈，我可以谈一个小时、几个小时，我就跟他聊话。所以这个椅子是给我女儿来坐，另外椅子是主耶稣来坐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拜托，如果你看到我的女儿，不要告诉她，她可能觉得我有一点疯了什么的，所以就不要讲。这就是我自己的喜欢这样子的祷告。”过了几个礼拜，牧师去探访两三次，然后有一天他来探访，他看到那个女儿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弟兄，你爸爸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他走了。”哦，牧师说：“这样子。”他女儿说：“还好。”他说：“还好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早上我来看他，告诉他我爱他，然后我要去办这件事情。”然后他很好，没问题。去一两个小时回来，那个时候他就走了，好像蛮平安的。可是他说，牧师有一个很奇怪的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解释，因为就是最后死了之前，他就从船上爬下来，爬到那个椅子，然后就把他的头放在那边死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牧师说什么 ？I wish that we could all go like that。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可以这样子离开，就是躺在耶稣基督的手。这就是我们这几堂的我的期待，我们就是建立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 ，intimate relationship， 从信主悔改，一直到最后一秒离开世界，希望我们与上帝有一个 intimate。我们做一个结束。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我们真的不配。叫你阿爸父，我们不配，为世界、为别人祷告，我们也不配。但是我们谢谢你，
并怜悯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得到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祷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求，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求，我们也可以相信你爱我们会做，我们也知道你是怜悯我们赦免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饶恕你，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 family 祷告，希望我们是这样子的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我们也求你 protect us from the evil one， 因为我们很软弱，我们需要你的饶恕，我们求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个明天早上。